5 роки ходить на спорт, на серйозний спорт, на бокс. І він з тих пір, він самий маленький кругом. В нього завжди ті друзі по спорту завжди починається від 13, 15, 20 років, то його всі друзі. І він завжди хоче бути старшим. І того він так. Ну, бо я люблю допомагати тим, хто цю допомогу потребує. Я самі потребую, але ми тут, слава Богу, живемо забезпечені. Ми все маємо. Ми не приїхали війни, що нічого там не забрала. Ми маємо собою, що їсти, багато чого ми маємо. І я люблю допомагати тим людям, які це потребують і які дуже добрячі. Канкан нам сяо до хайці. 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很快速的长大，所以真的人生看了那，一方面赞叹这个孩子的敏锐、善良，也感感恩感。的确，人世间呐，人到底。 生啦，死啦，这种生死的中间这一段人生，实在是变化多端，难以预料。面对无常，这都是佛陀呢出现人间呐，很感慨的。 一句话，人间苦空无常，是空是空是无常。那苦空无常，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，那就是集苦集灭道。其实，苦啊，何来的苦呢？ 那就是时间、人间这样的不断累积啦，在任何空间呐、所造作的业力累积到了极端，苦厄就这样到极端呐，一转。 就是受尽了这么多的人民共同的家破人亡，造成了那么多的难民潮，这叫做无常，突然间变了他们的家园，以现在的失信科技。 在瞬间报道，所以一眼观世，千眼观，底下的所在看得到，那样突然呐，这种灭空，这样的人生，这样的苦凄惨，有心人看了就不忍心。 不忍心啊，就会去寻觅如何能有帮助的通道没有，所以呢，从那个时候找到了贵人，就是呢能帮助苦难逃难中人的贵人。 当然，我们无法全部都能帮助，要看有因缘。什么时候，在哪一个点，哪一个点呢？有这样能救人的人，也有这样的逃难，在这个时候从那里经过的，让我们看见，我们能帮助他。 这都是。
时间，这就是空间，这就是人，人与人之间这样的因缘呐，我们才能做得到。这就是历史能有接触的人，人间在那样的空间接触，所以我们用心愿意帮助他，这样的有接触的人事物接触到了，这就是在好人的成就好事，帮助苦难人，这就是叫做因缘。他们呢，这一群志工，其实呢，也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，有的呢是侨居，为事业、为家业、为学业，他们到这里来，有因缘就投入成为志工，但是呢，也有比较特殊的，那就是逃难者，他们逃难，有了这样的因缘呐，跟慈济会合，他发心了，不想要做被救助的，愿意呢投入能救助别人，那就是在难民中的志工。虽然他逃难，他是湖中人，因为他跟慈济人会合，那现在呢也叫做慈济人，他就是种子。Tzu Chi in our country, because Ukraine need this foundation, we want to learn to love all people.To help all people, not only family, friends. So I want to Tzu Chi will come in our country. 有因缘跟慈济人会合，将来啦，回到乌克兰，落地播种，生根，这就是。从此啊，造福当地社会，以未来。当然，物种人还是有很多的国家的慈济人呐、啊，汇合在这里，人人都是共同一念心，共做一件事，成就呢。一项法，这个法就是慈济法。慈济人共行慈济事，用爱展开双手拥抱难民，亲手遍布施，这都是呢因缘呐。所以说来，人间呐、啊，地球上啊。各有各的业，佛陀说种子都是业，咱有这个因缘业报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坐在这里，那就是法脉相传，法慈济法，慈济法过去。也是没有慈济这两个字，几十年前啊，一内心一颗种子，所以呢把慈济两个字因缘汇合，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，慈济人啊，已经呢慈济人人力合成，
就从近而远，从小而大。现在可以看到了，遥远遥远的地方，有一群不同的国度了的慈济人汇合，在那里发挥帮助苦难人。现在还会延伸，延伸到未来，在开辟了这样的一个国度，有慈济人在乌克兰，这都是呢，因缘不可思议呀。